零七幺三学习，你加号字，你不孝送五书。这样，因为老师有五六句，全记下来肯定不行。咱们六个人一人记一句就完了嘛。真是个好主意，高文静开始。第一位学员张燕。 Yellow 好了，你不要受干扰，自己去学，自己去记。Yellow 第三位学员王真亮。神经病。第四位学员苏静。 转音。第五位学员王立新。既然都学会了，那就精神好了吧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